哎，欢迎回到我们寂静岭暴雨实况的第14期。那么我们上一期的结尾呢，就是我们刚刚进入到这个拿到了一个 saving， 就是在这个手术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这个听到的孩子一直在尖叫，你们刚刚也，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从刚才那批直接跳过来的。那么这一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到底有什么猫腻儿？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角落里面最后的一个房间可以调查的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图，从这边进，那边有个小房间来着，看看这小房间里有什么。这有好多手术的这个桌子呀，来。嗯，好的，这房间很小，什么也没有的样子。但是有好多可以捡的吗？没有，没有可以捡的。哎 ，open， 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哇，有一封信，还有一个 first aid， 看这个信写什么？哦，还是这个不要脸医生的笔记啊。现在是 after numerous attempts utilizing latest experimental treatment conventions, feel that patient has shown no recuperative progress。嗯，这个应该是他死之前写的吧。In fact, I find that has indeed regressed, and that any further treatment of this nature, regardless of intensity and or frequency, will be no hope in curing the strange social disorder. 好吧，这就传说中的借口，给自己找一个借口。My recommendation is that a full frontal lobotomy be conducted at the soonest opportunity. 这太恶心了吧！这个嘛，这个就是因为他那个放弃治疗了，孩子就是因为他觉得孩子治不好，放弃治疗了，所以他就开始在想能不能拿他来做人体实验，啊，再给他解剖掉。这个，你说能不能这个孩子的死是个医生一手造成的呢？所以说这个医生简直，啊，等一下我们要看这个医生如何悲剧的节奏啊。好吧，那这个孩子到底是谁呢？难道和我们男主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吗？还是刚才那个坐着里面的小男孩，还是怎样？哦，哇，三个尸体，长得一模一样。你看啊，都是女的，穿高跟鞋。这个呢，我感觉这个尸体，我要跟他说话，能不能爬起来抓我呀？我先不跟他说话了。地上有什么东西吗？看看，有一封信。哦，还是 internal memo。这个也是哦，这是什么？这是 block， 应该是一开始这个我们看过这个人的信啊。嗯。这边写的什么呀 ？Notice to all staff， 这个是内部信息，给所有员工全体一起看。Please know that the western courtyard door is currently locked. The paper eating your bat went one step too far and spilled the key. 哈哈，嗯 ，How the world does this sort of thing happen so often？ 这个是那个小男孩，不是一个人吧？我怀疑啊，等一下再说。Anyway, he scheduled for procedure later this week.And plan to rectify the matter at that time. Until then, please bear with the inconvenience of walking all the goddamn way around just to visit our medical wing. Block. 我感觉这每个人都掺了一脚，为了害这个小男孩，我这种感觉真的有种奇怪的阴谋的感觉。这边收音机又响了，说明这怪要起来干我的节奏。先看看这个是什么吧。X-ray. 来。啊，我之前有一学期都是在弄这个 X-ray， 但是比这个低级。难道是我们把尸体送进去扫描吗？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看里面能不能扫到那把钥匙，因为有人把钥匙给吞了，是这个意思吗？但是这个 size 怎么看也不像是，怎么把可以把它推过去吗？这样。对对对，哦，我猜我们如果直接搜身的话，这个人可能就会起来干我们，所以我来推一些 X-ray 比较好，看谁的身体里面有钥匙。好的，来一遍，我也不可怕。万一看到里面连骨头都没有，可怎么办？这边有钥匙吗？这边没有钥匙，而且他肺不太好的样子，也可以 push。来 push， 能不能快一点推啊？马飞，你走得太慢了，你居然没有我推得快呢。给他放在这儿，嘿，再按一下。他如果是真的这么好做的话，那些做这个专门有一个专门在美国这么一个职业，这工资不可能那么高。哦，这个有钥匙，好的，就是你了，把你拽出来。可是这也不是孩子呀。来，这个是爱吃纸的，结果他刚才那个信里面写的就是他这个太爱吃纸，结果他这个太过分了，就终于把这个钥匙都给吃了。搜身。那我跑了。难道要我直接砍还是怎样？难道还是 search？ 哦，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用这个一直转这个 L 来找，在我震动的那一刻，哦 ，grab after， 哦，取出来了。好的，
从红烧肉的尸体里边取出了这个钥匙。爸，这什么？这是钥匙吗？这个我们看的不一样啊。取了个什么东西出来啊？哦，拿到了一个 key。哦，里边还有张纸，纸里面包着 key。我懂了，我们看过了。哎呦，不管怎样，就是拿到钥匙了，那个都不要管他了。哦，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诗还给那个孩子吗？难道我们那个哦哦，这个是我们新拿到的东西，我才发现。Take it, it's now too late. Miss is gonna haunt you forever. Though you have regret, you can't just forget. You alone decide your fate. 说的不错，说的不错，好的。哎呀，我们现在那个小男孩在哪儿我都给忘了。我们现在先下楼吧，这附近有个楼梯来着，我看看这楼梯在什么位置。这楼也不震了，楼震结束了，在这个位置吧。哦，我看看啊，不对不对不对，是在我们右后方的位置，这个位置，这地方有个楼梯，在这儿。我来了，我们要不要先去把我，哎，算了，武器就这么地吧，死就死了，反正死了也不是，也是跟我们回血的节奏，添一次血也挺好的。好的，哦，那个红圈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去的位置。可是这个红圈大概是这样，从这儿进，哎，进去，好的，哦，这是开门杀的地方，我给忘了，所以说开门杀这个地方咱们是走不了的，不对啊，也走进来了，咦，这个床可以翻过去吗？翻不过去吗？你要让我翻过去多好，可以直接就从这儿过去了，哦，好烦，哦。哎呦，算了，不让翻算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到那个位置呢？哎，我们这楼下难道没有路了吗？还是怎样？哎，奇了怪了，难道是这个门？啊！哇，他的侧脸吓到。哎呦，拿到 saving 了，太好了，给我们存档点了，说明我们前方可能要高了。啊，好的，我们现在是。怎么才能到那个红圈的位置呢？我懂了，那我们现在调查一下这个房间吧，还没有去过的样子。来来来，咦，好的，有什么怪吗？这是洗澡间吧？好多浴缸，有镜子，镜子地方肯定高能，有镜子必高能，能不能看到另外一个人在镜子里？没有哎，哎，浪费我感情。这洗澡间什么都没有吗？什么都没有吗？洗澡间就仅此而已啊，就仅此而已啊。什么都没有啊，连什么什么药品都不给我，就给我骗进来了，不是吧？洗一下哦，这边地上有一个武器，这是什么？高尔夫球杆还是水管？水管，水管你也好意思叫武器？算了，既然没有高能，我就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好的，可以 close 吗？算了，这么地吧。好的，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前边这个左转是唯一的一条路了呀。就在这儿，走了，里面肯定有怪，要不然收音机不能。当我没说，这个里面肯定有猫腻儿，能捡起东西吗？捡不起来的东西。这里边呢，这抽屉可以捡吧？不能捡，都不能捡啊。哦，那这边可以翻过去喽，翻，说翻咱就翻，咱们离这种点已经很近了吧？好的，现在门是绕过来了，绕过来以后，左边的门是打不开吗？你在逗我，还是说我有钥匙？对，我有钥匙。Open inventory， 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钥匙，这个 key， 血淋淋的 key。这现实中的话，你千万不要用你的手去碰别人的血液，你的手上万一有一个伤口，你就完蛋了。啊！啊！干什么？王八蛋，你干什么？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撕逼，你还撕得过我？你以为你是飞天吗？去死吧！去死吧！我的妈呀！真正的开门杀，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 courtyard， 行吧，现在看一下，直走过去就是我们的任务地点了，我们直走过去吧。哎呦我的妈呀，这太突然了，这个应该就是小男孩的位置。 open， 孩子，哦，他又在这里玩车，这车真好玩，而且没有轮胎。Hey, 我妈，这车真没有轮胎。I got the rhyme. 有轮胎？你们看这个作图。I say if you open the door, that's how it works, right? 这贴图贴的我也醉了。Hey, did you hear me? I said. 哎、欸？ Hey. 哎、欸？啊！
哇！哇！你这，你一开始应该先确认这门能不能打开才可以。Even the chaplain won't forgive you. Forever lies, your pleading cries, but. 他在把这个他拿到的这个 rap 念给他听，可是他根本就不理他。那那个。No one left for you. No one left for you to run. Every fault laid bare in the open. Leave him alone, damn it. No. Alone with your skin splayed out from within. Once the monster has his fun. Oh God, darling. 嗯，你觉得他真的会害他吗？我觉得他们俩是一伙的。Take heed, it's not too late. His mistakes needn't haunt you forever. He's just a kid, you son of a bitch. Though you have regret, you can't just forget. You alone decide your fate. 这面具要摘下来了吗？还是怎样？哦，这门就开了，开的真是时候啊！这剧情，孩子死了。Charlie, I'm sorry. 我真的不理解了，这孩子这么可怕，这么吓人， so、你还 sorry 个毛啊？嗯，好的呀，回忆杀了。Charlie, oh God, Mr. Pendleton, I have to ask you to leave, sir. We've got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Where's my son? Where's Charlie? 传你的那个人好像那个谁啊？ Please, Mr. Pendleton, you don't want to be here. Let one of my officers drive you back to the command center, and we'll call you. Where's my boy?Is he out there, Charlie? Charlie! 他的儿子淹死了，原来如此。然后他 Charlie! 哦，他为了报仇，所以他自己去作死入狱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我的妈呀，这 Why did you hurt him? He never did anything to you. Wasn't me. I didn't. I mean, 这。这琼瑶剧吗 ？Come back! That thing is in there. It's not safe. 天啊 ！Shit！ 我在想，刚才那个能不能是这个穿越回去的这个以后变成那个三角哥的这个潘多顿？能不能他自己啊？能不能 Murphy 自己啊？所以说在这些孩子眼里就是 Murphy 把这个孩子给杀死了。我胡说八道吗？不要信我啊！好的，那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我在哪儿了，而且这个地图都乱七八糟的了。看看我们的地图，地图现在还是到这个圆圈的位置是吗？然后这附近也没有啥可以调查的呀，还是回到这里吧。哎，走不过去了吗？这门怎么了？不让我走了？那刚才那个琼瑶去哪儿了？琼瑶，不，小女孩，哥哥，李世界，小红要来了吗？李世界了？什么？这就李世界了？我的妈呀！快跑！哇，快跟他跑 ！Wait! Stop running! It's not safe! 好的，他去哪儿了？这一边哦，他那个门关上，去这边了。等一下，怎么没有音乐呢？右边有个圣母，这边可以钻过去。来，好的，我来了，我不会伤害你的，妹子，慢点儿，他在那儿。我们从这儿，我感觉在玩刺客信条啊，跑酷啊。好的，海妹子你在哪儿？小女孩，小萝莉，我来了，大哥哥我来救你了。呜，小萝莉，哦，她居然在那里！你把我放跑！等一下，后面那是什么东西 ？What the hell？ 快，跑过去！哇，目前还不是很困难的样子，但这边死胡同了，死路了，走另外一边吧。但这次没有小红追我，所以说应该还可以，不是很害怕，而且没有怪的样子。好的，哎，走不过去了，他们在逗我。难道从这边绕吗？哦，这边还可以绕。哎呀，哎，难道又开始上下分离了吗？可是这不是小女孩走的路啊！好恶心，这小啊，精神污染。感觉是在人体里边走的感觉啊！不行了，这个应该是方向吧？没错的话，
从那儿走这边，哦，上楼，这边可以上去。你快点走啊，我都不敢往回看了。哦，我刚才手电拿错了。好的，好的，好的，上楼，上楼，上楼，速度加快，速度加快。好的，这就是那个门。哦，小女孩，救动白人，等等我，我是来帮你的，我没有要害你的意思，没有要害你的意思，你不能慢一点吗？啊，小红要来了，小红要来了，哎，月牙天冲，什么东西，什么鬼，王八蛋，慢点走，我跟你拼。咦，这什么地方，怎么回事？哦，画面又开始醉人了。哦，啊 ，the fucking 又来了。胜利在望，就这边。好的，这缝怎么这么窄呀？等一下，这个，好的，好的，这样走就没事了。好的，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哦，好的，好的，这个被刺肯定就是死啊，肯定就是死啊，好疼的样子啊！这样啊，刺两下。勾你一下，这个不动吗？这个不会动吗？那我走了。看来这个不会动。好的，这边又有刺儿了。这个刺儿怎么样？哦，这个刺儿动不高。好的，我走了。你看打不到我，这个好疼。啊！好的啊，他刺四下都不刺了。快走，快走，过来了，过来了。啊！哦，过来了，小红也没有了，好开心。Saving， 好的。好的，好的，那咱们这一批呢，啊，这个大逃亡结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一批再见。哎，还是老生常谈，若喜视频，请藏，请赞，请闭。那么我们下一批再见喽，拜拜。